这个地球的所有金冠们，大家好，你们冲着我佛陀来这个世界，你们是投胎来这个世界，就是把这些佛人的灵魂吃掉，然后融进在他们的肉身。所以各位金冠，你们好，今天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到了。我不只是天帝，我也不只是万王之王，是这世界的造物，也是造化的。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我造化的，我计划，我设计的。我一路走来，我对我所造化的这世界原来是很美，可是造成这么的不美，我很遗憾。所以这辈子的我呢，就是来把这个世界重新的大翻新。我来解决你们这些精怪的丑陋，你们的邪恶，你们的道理。我将大开杀戒，灵体我会大开杀戒，肉体我也会大开杀戒。只要你有任何对我不敬的心，不管你是肉体还是灵体，你们居住在肉体，我会让肉体产生死无全的死亡。跟我下一天是，我是幻王之王，我也是这世界造物主。女人看到我的美，想把我吃掉，吃不掉就想把我干掉。男人看到我的美，嫉妒我，就想干掉我。但是我是你们的主，我是你们说话的对象。我今天这个事实就宣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即将真正的大开杀戒。将显现给无权力的暴毙，直到你们来跟我求饶，直到你们来跟我臣服，直到你们来跟我跪拜，而让我死得很爽为止。